被杨超越用美貌公开处刑是强东岳绕出出道位的根本原因吗？2018年5月某创选手杨超越与强东岳共同现身机场，不料却被留下了被强东岳视为人生阴影的一幕。因为无论是粉丝翻拍还是媒体指出，杨超越都是一张精致的小脸，站在身旁的强东岳面部浮肿，眼距宽，活像只胖头鱼。没过多久，这张同框图开始大肆传播起来，评论无一例外都在夸赞超越妹妹的颜值，贬低强东岳的外貌。原本势头正猛的强东岳从这天起一步一步地掉出了上位圈，于是各大论坛相继有人发帖质问强东岳痛失出道位，是不是都怪那张跟杨超越的同框图。在我看来，杨超越只是强东岳的遮羞布，强东岳的 flop 另有三点原因。名列榜首的就是被扒出了一堆黑料，强东岳从登场开始就一直很高调，正所谓树大招风，很快有人扒出了一个与他高度吻合的人人网账号，该账号发布过强东岳本人的竖中指自拍，还伴随大量不堪的脏话。更过分的是，这个叫强东岳的账号还干了两件犯众怒的事，一是恋歌扰民，邻居向物业投诉后，他还用一大串脏话诅咒邻居，二是疑似歧视苏北人，说到处都有他们。有意思的是，吐槽苏北人的言论被扒出来的第二天，强东岳就在机场亲热地挽着跟他并不熟的杨超越。好巧不巧，杨超越就是苏北人。尽管事后有粉丝进行了澄清，但观众并不买账。对于资本而言，真假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强东岳的口碑塌了。第二点就是让他招黑的选人环节，某期强东岳得到了一个复活名额，但他没有复活有实力的张馨月和邯郸，而是选择了一个大部分观众都叫不上名字的选手。因此，不少人怀疑强东岳是怕选一些有实力的人会危及到他的成团名额，所以干脆复活一个小透明。至于第三点，则是强东岳溢出屏幕的野心。强东岳是整季节目中第一个主动要求 battle 的选手，但是他的实力却没有出色到可以跟野心匹配的地步，因此遭受了很多人的非议。所以说，这哪能怪杨超越？不过更令人好奇的是，观众缘不怎么好的强东岳为啥能被王思聪力捧？王思聪一开始为什么不捧冷艳美人夫亲，而要捧其貌不扬的强东岳？2018年4月，王思聪的公司香蕉娱乐送了几个练习生去参加某创选秀，其中就有夫亲和强东岳。论实力，二者并无太大的差距，论外貌明显夫亲更胜一筹，他不仅长相冷艳，更有小关之琳的美称，是创组公认的门面之一。反观强东岳，颜值却屡遭观众吐槽，然而长得好看能当饭吃的名言却没在二者身上应验。在前几次排名中，强东岳的排名都比夫亲靠前，有一次甚至飙到了第二名这样的高位。此外，强东岳的人设也非常明显，一个胜负欲满满的野心家，一言不合就要跟人 battle， 因此吸引了一大波慕强的粉丝。可傅菁前期却没什么镜头，大部分时间都在当背景板，可后期的走向证明傅菁才是更讨观众喜欢的人。那为什么香蕉娱乐一开始力捧的人是强东岳？或许是因为强东岳自带粉丝基础，傅菁在出道之前只当过一些广告背景板，或者在自家公司的综艺里露过面，算是半素人状态。但强东岳不一样，他从18岁开始就执着于参加各种选秀，2012到2014年间他主要在上海本地的圈子里活动，直到2015年他迎来了番茄台的先声夺人。不过真正让他打响名气的还是猕猴桃的综艺《百里挑一》，他在综艺里演唱了一首《泡沫》，拿下了小邓紫棋的美称。等到了2016年他又参加了超级女声，还举办了个人演唱会，可以说在选秀这方面强东岳的确有充足的经验。其次，傅菁虽然外表冷艳霸气，但性格中也有懦弱的一面，他不会像强东岳一样勇敢地表达自己的喜好，所以一开始个性并不鲜明。所幸出道的真正要义不是鲜明，还包括态度和观众缘，牢牢掌握了这两个点的傅菁最终拿下了一个出道位。但被抛弃的强东岳真的有那么不堪吗？没有杨超越和傅菁的外表，就真的没人肯了解你的内心吗？这是同为101选手强东岳所面临的最大困扰。光凭学历，强东岳不仅可以碾压火箭少女的任何一个成员，在101个选手里也是佼佼者。强东岳毕业于身兼985和211的名校华东师范大学，是整季节目里唯二拥有这层学历的人。此外，强东岳6岁开始学音乐，大学学的也是音乐教育系，是个正经的科班生，因此他能接触到的表演机会也比一般的选手要多。但命运就是这么离谱，在强东岳顺风顺水时给了他一个致命打击。当时强东岳生了一场重病，使用了大量含有激素的药物，导致发胖，身材走样，所以当他站上选秀的舞台时，不少人直指他像头胖头鱼。的确，一半人这么叫他是因为他的某些举止不讨人喜欢，可扪心自问，当一个人做错事时，大家不就事论事，反而去攻击他的外貌，这样的行为真的君子吗？因此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，强东岳都生活在网暴中，就连幕后工作人员都可以来踩一脚他。曾有一篇访谈指出，有节目的造型师指着他的鼻子臭骂道，你自己长什么样你自己不清楚吗？站在队友身边你就是很丑。而在一众外貌羞辱中提到最多的是胖，这让强东岳得知了一个残酷的真相，不管他唱什么都会有人说他胖，于是他决定减肥，让大家把注意力放到他的歌声上。所幸他做到了，实现了涅槃重生。在我看来，以前的强东岳的确不完美，也犯过错误，但在不触及道德法律以及毁三观的前提下，他应该有一个被原谅的机会。